今天中午土豆大白菜，只有土豆大白菜了。被隔离在新基地的第13天，每天能跟狗狗睡在一起，烦的心烦的时候就抱抱狗狗，摸摸狗狗，抱着狗狗睡觉。这是正在睡觉的大王，那金刚不错。那边还有一个大王，剩下最后一袋猪皮被大王给偷吃了。妞妞，小心宝在外面玩了。大王。我睡得香，啥也没听见哈。你的猪皮了，被刚刚偷吃了。咱们现在住的这房子就是给狗狗借的房子，等搬回来之后，狗狗就会在这房子里面。妞妞，妞妞，你咋了？大王，大王叫我来生带。表哥睡了一个小单人床，我睡了个双人床。这就是现在的被隔离的生活。